以它这边可以选大盘排行榜，还有查个股，你也可以就是自己选。那自己选的时候呢，它这边还会告诉你一些就是股票的资讯，比如说当你按了 AI 智慧选股之后，它会出现有利区还有危险区，有利跟危险，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时候应该买，什么时候不用买，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资讯，然后很清楚，这是大数据分析出来的。十二道风味，欢乐看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很方便，因为它可以不用像 Android 一样就是要接线，它其实这个可以随时带着走，然后只要有网络 HDMI 线就可以用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测试给你看。所以我们现在到另外一个地方了，你看欢乐看，你看这边跟我刚刚讲的，它有HDMI 还有网路线，然后它有电源线，你只要再把这两条线HDMI 跟电源线装好，那你就可以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你想要看的电视了。今天喜欢我这一次的分享的话，那也要记得继续帮我按赞，也继续帮我追踪哦，拜拜。